接晚上好，今天是1月3号星期一，我们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的合上双眼啊，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睛微张，上下眼皮轻轻的碰触，睫毛轻轻的相触，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地闭起来。我们没有完全紧闭哦，我们自然地合上双眼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舒舒服服地坐，我们就以自己感觉最轻松最舒服的坐姿来打坐。如果我们还找不到最轻松最舒服的坐姿的话，最起码我们感觉没有辛苦，没有痛苦，也没有勉强的坐姿，这样就可以了哈。所以我们要单盘、三盘，或者坐椅子也都可以，我们只要感觉坐下去了，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痹、麻痛，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来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慢慢来哈。我们没有着急的把心定在哪里都没有，我们也不怕慢啊。有的人担心自己的修行经验进步的比较慢，有的人还
有一点难过，自己会证悟内在法身吗？还是自己的功德很少？龙婆曾经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功德是足够，可以证入内在的法身。只要整洁两个因素，就可以如愿圆满。第一个方法要正确的，也就是说龙婆讲过的，我们静坐要有轻松舒服，跟觉知正念，这两者要并肩进行。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要常常做，也就是说要每一天多练习，多把它持续下去。如果我们都有做这两个因素的话，不久我们就可以如愿圆满。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调整我们的身体啊，从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我们可以稍微微笑一下，让我们脸上的肌肉更加轻松，颈部也放松，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也放轻松。我们就以我们的身体来当作自己的老师，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刚刚好的停止，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啊，刚刚好的。
我们的身体就会感觉轻松舒服，但是同时也可以维持清醒的觉知正念。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全身都放轻松，全身都没有重重紧紧的感觉了，全身都感到轻松，สบาย。如果哪一位仍然感到紧绷的话，或者哪里不舒服，也不要紧哦，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调整，慢慢来的，做到一段时间，哪里有疼痛有麻痹的感觉出现，我们也可以再调整，或者换坐姿也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感觉轻松，สบาย。现在我们的体内是感觉空旷、通透、轻松、舒服、สบาย。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都没有任何内脏啊，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现在体内有两条直线，第一条由肚脐直穿背后，另一条由右腰直穿左腰，两条直线
的十字交叉点那里，小如针尖一般提高上来，两个手指的距离，那一点就是身体的中央点。这里就是我们心意的家，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他们也把心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才可以解脱。那么我们现在就跟随圣人的脚步来，把心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啊。现在我们都没有什么要求，没有给自己任何压力，因为现在我们正在休息，在自己的空间休息，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负担，一切的挂碍，全部都可以放下来，都放下来啊！我们现在已经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开，身体放松，心中感到失败，慢慢把心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我们就让心在这里休息一下啊。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啊。
宁静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啊，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那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发生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只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圆满，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普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哈。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ล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ญ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
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วันตุเตจิงตาเจียอีจุยฟ้าสีตสินหูเสียงสุยสีกงเตสาธุเหมือนจะชื่อทิ้งก็อันเย็นชิวะจัวเทียนเนาะเจียงเต้าวายกงเนาะวายกง大家还记得ว่าก็อันเย็นชิว主人的外公嘛他是拜什么神他是拜牛的哦拜牛然后ก็อันเย็นชิว主人就问他说问龙婆说外公死后去哪里有没有得到他回献给他们的功德龙婆回答说外公往生之后呢因为心一直跟牛攀缘所以往生后转世为牛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跟把心啊跟佛像在一起跟祖师在一起跟三宝在一起比较安全那外婆呢大家还记得吗外婆是的宗教信仰是跟外公不一样外婆是信佛教而且很虔诚常常去寺院修功德每一逢佛日就到寺院那里去持八戒常常护持寺院直到住持也称他为干妈他往生后转世到刀立天在第三区的然后爸爸的境界爸爸的境界爸爸呢他常常犯第三条戒就是无论到哪里去工作呢就常常去跟其他的女生发生关系后来跟妈妈离婚就娶了新的老婆爸爸往生后去哪里这是阴间第三间大地狱的阴间大家稍微看一下地狱众生他正在做什么正在爬他正在爬铁棉树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质疑为什么他要爬上去啊你看啊因为会有鸠盘图要怎样啊有毛要刺他的脚然后当他爬到一段时间就会有这个乌鸦地狱乌鸦来吃他的肉而且他们的嘴巴都是铁的很痛苦当他要逃走要爬下来就遇到什么就是地狱狗也会来吃他的肉所以上去下来都很痛苦的这是第三间大地狱的阴间在这里受苦不过在阴间呢可以接受到我们回向给他的功德还有妈妈大家妈妈很可怜为什么妈妈很可怜因为妈妈本来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不过后来因为爸爸常常去找其他的女生所以呢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就喝酒想消除内在的痛苦其实应该同情她不过她选择的方法是不对的
喝酒啊，所以往生后，龙婆说，本来妈妈要转世到第五间大地狱，不是阴间啊，是在第五间大地狱。不过为什么他不要下大地狱？因为跟这位有关系，这位是谁？是外婆，就是刚才讲过的外婆，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当他每一次修功德的时候，他都意念到自己的女儿啊，把功德回向给他，在世的时候就有回向了。所以当女儿往生之后呢，这些功德也是来保护他的，不要下大地狱。所以大家，当我们修功德之后呢，我们也要发愿，就把功德回向给我们的恩人，我们的家人。好，再来。龙婆说他可以接受回向的功德，因为是在阴间。为什么外公要崇拜牛？龙婆回答说，因为他没有亲近智者，没有学习佛法，没有听闻佛法，而且都没有修智慧波罗蜜。智慧波罗蜜我们之后会谈到因为没有这些，所以呢才会让他怎么样去崇拜牛了。为什么妈妈喜欢喝酒，而且常常犯第三条戒？龙婆回答说，因为他今生感到受委屈啊，因为很难过，自己的丈夫就是爸爸有去找其他的女生，有小老婆，所以他难过才要喝酒，而且犯第三条戒。龙婆也补充说，前世的时候他也身为一个男生，行为是怎样呢？也是风流的所以历史怎样呢？重复，他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今生就有风流的丈夫，让自己造这些业接下来我们来看女婿女婿的职业是什么呢？是卖什么？卖牛肉所谓的卖牛肉就是说他要去买活生生的牛，然后自己杀生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头牛，看起来好像很肥呀，应该可以卖很多钱。不过当买来了之后呢当他把这头牛杀死了之后，他才发现看起来好像很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肚子里面有小孩啊。他会高兴吗？看到肚子里面有小孩，没有高兴，反而很生气的。所以他就马上把刀拿去刺这个牛的眼睛，然后呢就把这头牛放在切肉的板子上，然后就用很利的刀砍切，然后就把它全部都放在锅子，然后拿去煮的很恐怖也很奇怪，他做了这些业。有一天他正在切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他把刀
刺到自己的眼睛啊。奇怪哦，很利的刀哦，刺到自己的眼睛，然后再过几天，也很奇怪。这是什么呢？这是做丸子的机器啊。那一天是佛日，他也来帮忙做丸子，他就把肉啊放在这个机器里面，一下子而已，就按研究主人听到女婿大叫的声音，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把手放入了这个机器里面呢、啊，哦，大家手被碎到可以看到那个手的肌腱呢、啊，白色的那个哦，很恐怖的因果报应哦。他就问说为什么？那为什么这个女婿才会遇到这样子的业果呢？我们明天再继续听答案哈。今晚龙屁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明晚见。